啊？你叫什么？我叫陈国轩。那你有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？小豆羊的。你要不要订阅我家的频道？我频道叫早就订阅你了，早就订阅我了，清波新 YouTube 频道。那你知道小豆羊吗？没有嘞，你是从哪里？是板桥吗？我是从台北，我是从松山。松山吗？嗯。你到台中之后，你回去坐哪一班？我应该会是坐高铁吧。